个哥哥在海上市场，我想去找他，可我实在搞不到海上地铁的车票。你没有车票？谢谢，这样我就能找我哥了。什么战斗精英？我这是地摊经济啊！你这个打扮模样，是你给我弟弟的车票，我是他哥啊！多亏了你的票，他才能把我摆地摊的东西都送来，物以为报，收下这个。
我叫蒙吉点 EFG 点路飞，我正在寻找大秘宝 Tempis， 却不小心被困在这个岛上了。你救了我，我看我不适合出海，还是你来吧。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来海边车站的码头找我。Yeah.